我家在长沙最最最东边的小河乡，我喜欢这里的老师同学。我也很喜欢我的爸爸妈妈、外公外婆、爷爷还有弟弟，虽然弟弟有时很淘气。我还喜欢这里的小动物们。小河很偏，偏到跨上几步便可走出湖南。小河也很远，远到我只去过一次长沙市区。虽然我很喜欢这里，但我仰望星空时，我多么希望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一名天文学家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小河乡星河天文台，这里呢是乡村里的银河之梦。那么我们这一座天文台的建成，它是在2022年1月4日建成的。以前看星星觉得太空很遥远，现在有了天文台，这个巨大的望远镜就像揭开了那层遮住太空的布，我看到了月球上的坑坑洼洼，太空变得更真实了。我有空就会跑到天文台去，每次去都很兴奋，家门口的天文台让我摸到了自己的梦想。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重建村民的文化自信。这些年来，我们的农民成为了画师，我们的闲田成为了育制蔬菜的基地，我们的绿水青山成为了旅游的网红打卡景地，我们更是建设了湖南省唯一一家乡村的天文台，村民们的笑容里多了一份自信。这说明梦想和勇气是最好的航天器，可以让每一座土地都成为村民遨游的太空。哇，快看，我看到银河了。